大家好，我是代班小雅。世界观 News 讯53岁那英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二》后，成功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团，近来也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。日前她登上综艺节目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意外让13岁的爱女正脸曝光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那英13岁女儿正脸罕见曝光，那英近日登上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在节目上与女儿视频通话，片段中可看到女儿与何炅打招呼，称对方何炅哥哥，而与张子枫见面时则是提起张子枫在《唐人街探案》中的角色，直言你的笑好可怕，在《唐人街探案》让张子枫瞬间害羞表示，我现在还好吧，我现在正常的，简直像是场线上粉丝见面会。那英爱女与一众明星打招呼，节目中曝光的画面可看到那英的爱女留着中分直发，外形清秀，不少网友直呼长得像爸爸。据悉那英育有一子一女，分别是跟前夫高峰生下的长子高兴，以及2006年与孟童再婚后2007年生下的女儿。那英老公孟童，编辑张一佳，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。